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我是42。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啊，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封面和是这个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这个我们重量级的嘉宾啊，来自 Xbox 亚太地区业务的负责人 Rod。我们今天把他请到现场，其实主要是也想聊一聊有关微软游戏部门的事情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有过一些简单的了解，知道这个 Rod 也是一个算是游戏开发的老兵了，对，所以很期待 Rod 今天能给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有趣的算是开发中的故事。 Rod 也不妨先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自己职业生涯的梗概。哎，是的啊，你们好，我叫 Rod Chang。我加入微软的话已经是第24年了。哇！一加入微软的话就是立刻开始做这个游戏的开发。刚开始是做这个做美术的。然后做一些运动类型的游戏啊。然后所以我加入微软的话是我们原来的这个 Xbox 之前就在微软做游戏了。当然开始做 Xbox 之后呢，当然就很兴奋啊，对不对？因为我也是因为主机才进入这个业界的。然后也是继续做这个运动类型的游戏啊，但是了，这个2004年的时候呢，啊，他们派我到日本去，然后他们就说要跟一位叫坂口博信的一位制作人啊，要帮他开发一个新的游戏。那我也是这个玩那个最终幻想，这个玩这个从一代开始玩的嘛，是。也是为了最终幻想啊，这个勇者斗恶龙啊，才想要做游戏的嘛。哇！那这个一定做啊！就全家就从美国搬到日本去了啊。然后那时候的话是做这个 TA， 就是技术美术。对，我们之前其实有节目介绍过这个岗位的职能，采访过这个在美国。当时记得是水晶动力的，对，是聊过这个，稍微了解过一些。不过您今天我觉得也可以借此机会再说一说这个岗位具体做些什么。好的，似乎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兼并的一个。哎，没错，是的。然后《失落的奥德赛》，然后做了大概2年多吧，然后后来就派到中国去，然后在中国也做了几年。也在这儿开发过 MMORPG， 但是后来的话又被拉回美国去，然后拉回去美国就是他们要做一个这个僵尸的游戏，那就是这个《腐烂国度》。对，哇，对，然后我那时候呢就成为制作人了，然后《腐烂国度》之后呢也去做了一些格斗游戏啊等等，然后后来也是就成为那个《我的世界》Minecraft 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负责人然后现在就变成微软游戏亚太地区负责人。您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是负责哪个方面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整个团队了所以包括这个把这个亚洲地区这个好的游戏拿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的 Xbox 或我们的 PC 上，然后也是给这些亚洲像是中国的这个游戏开发团队，给他们更多机会能够扩张到世界，扩张到这个欧美市场，给他们一些支持。是的、但我觉得呢也是给予我们总部微软总部就是给个教育吧，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国内有哪些游戏，有哪些公司因为我们国内的游戏也是挺特殊的嘛，因为从网络游戏开始。对，所以老实说我学的这个网络游戏，学的这个商业模式也都是在这儿学的，然后学了之后拿回去，然后来做这个腐烂国度等等。明白。这是之间也有一些关系的。有的、其实腐烂国度他们一直是想要把它做成一个 MMO 大型的游戏，他们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他们才会拉我过去跟他们合作。对，所以刚才肉介绍了一下整个这个在微软20多年来的一个工作经历历程，就我们这期节目还是希望能从头开始，就是慢慢聊一下这个，因为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或多或少跟一些。就是像肉这样的这个游戏从业人员、游戏从业者，对，包括您这样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这方面工作的，就是聊一聊具体在产业内是怎么做的，因为我们玩家其实对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对，很好奇，对。然后那我们就是从头开始说，就是先说《失落奥德赛》的那个部分怎么样？好的，就是那个时候是在那是哪一年？我记得我是07年玩到的这款游戏。对，我应该是2003还是04年吧，我也记不太清楚，太久以前的事了。是的，但是对，我是这个游戏一刚开始就加入这个团队，然后呢，初创团队应该是这样子吧，这个那时候呢，坂口博信他就建了一个新的公司嘛，叫做 Mist Walker。 对啊，然后他又建了另外一个Mist Walker 就是这个整个游戏的这个创意方向设定等等啊，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团队叫 Feel Plus， Feel Plus 就是开发团队啊，它是两个公司结合起来做。是那我是加入这个 Feel Plus 团队的啊，然后所以他们开发团队的话，就是一批就是从 Square 过来的一批这个创作这人员嘛。那一刚开始，他们用的这个游戏引擎呢，就是那个 Unreal Engine，Unreal Engine 虚幻引擎是吧？啊，那时候的话是日本游戏业界第一家公司，第一个项目尝试使用虚幻，对，用虚幻的，对。那所以呢，这个团队呢也没有这个经验，但他们习惯了做这个 Square 他们自己以前的引擎，明白。然后这个技术人员也是 Square 搬过来的嘛，所以呢，那时候呢，他们就是硬要把虚幻改成他们以前习惯的这个 Square 的引擎，明白啊，所以做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表现非常的差，是不是？这个英文说是 frame rate， 这个中文帧数啊，帧数是1秒1帧啊，就直接卡住了，非常非常的卡，而且这个是 TGS 的6个星期之前，就是日本那个电展，1个月半以前他们就要有一个 demo 要出来嘛，那他们就说这样问题大了，做不出来了啊。那他们就派我去，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虚幻引擎的经验嘛，然后我就看了他们整个制作的这个环境啊，他们模型啊、贴图等等的这个怎么说呢的这个制作吧，就发现有很多问题，然后就熬2个月，帮他们把它做成是15帧吧，15、16帧，然后坂口博信就很高兴，他就说：“哎。”你不要在微软工作了，你来我公司工作。那我当然很乐意啊，对吧？他是我英雄，对不对？那他这个像神的存在一样啊，所以真的是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跟我自己的英雄人物这样子合作。然后您在那个时候开发的时候就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跟坂口博信啊，意思的是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啊，我那时候的工作是 TA 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们公司跟他们说，你们需要 TA， 然后他们说 TA 是什么？对啊，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那时候的就是，我是做创意的，我是美术总监，我是创意总监，我要什么？这个实现对，所以呢，我自己感到很惊讶的就是呢，他们很多人很排斥做这个工作，因为。大家做美术的话呢，大家都想要成为美术总监，那我做一个 TA 的话，我的未来怎么发展，会不会受到公司的重视，或者会不会得到游戏业界的重视，很新的一个岗位，对，所以都没有人想要做。那其实后来我找了好久找不到人要做，结果后来找了一位美国人跟一位西班牙人，他们愿意做这个那他们现在2个在游戏业界都做得非常的好，仍然在日本但是呢，那时候就是发现到这个文化上面的话呢，是有些差别，那还有呢，像是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美术要什么。技术要实现，对啊，那个我记得这个美术总监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虚幻引擎要怎么把这个人物的影子改成是紫色的他说有没有一个按钮，我按一个钮，我说我要引擎是我要影子是这个紫色的就可以这样改。我就花了好多时间跟他讲说，这个隐形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你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灯光，你配合着不同的灯光跟材质跟这些不同的贴图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干嘛这么麻烦？他就说我做的游戏我是神对不对？我要影子是紫色的，我就应该有一个这个按钮可以怎么去做，直接让它实现。对，所以就变成是说我必须要慢慢解释说，这个虚幻引擎它是根据世界的这个逻辑所设计出来的嘛。那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太麻烦了，不太能理解。所以就那时候就感觉到说。这个日本的，其实不只是这一家公司，这个整个日本游戏业界的话呢，要习惯这个新的 3D 的游戏开发的这个整个流程跟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引擎跟工具，这个门槛挺高的。是的对，就是当时的话，可能您当时开发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美术是说提出一种需求，然后让技术部门提供一种工具，就是他要自己去做。其实也没有工具他只是说我要这个样子，我要这个的话就要结果对，没有中间一个纽带的这样没有没有对，所以那时候的话，我感觉到日本的这个游戏开发公司啊，他们的这个工程师挺可怜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沟通，就是那种没有太多的沟通。对，我觉得他可能这个上下的关系都已经定了下来，就是美术或者是应该说是 creative 创意工作是最优先，然后技术的话一直是把它当成是支持的这个角色，实现和支持。是的。但是现在的话，当然比较不一样了啦。但那时候的话，当然已经将近是20年前了，是15年前的事了。对，当时那个时候日本其实它也有很深厚的游戏开发的积累，但可能是。他们从80年代开始的一套自己的流程吧，我想可能，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次世代的发展等等，就是这个时候北美的游戏技术等等发展的也很快，对，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就造成了一些，比如说次世代来了，然后造成了一些日本和西方在整个开发流程上的一些不同，并且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去融合和推进改进的。是的，这个真的是游戏开发规模越来越大，是的，组织性质越来越复杂。对，这个地方的话，的确是这个日本游戏业界开发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获得这些信息的这个效率非常的差。因为日本的团队他们英文能力都非常的差嘛。那我们那时候不知道的就是你开发游戏的时候呢，这个虚幻引擎它有一个社区，它有一个留言板，是不是啊？对。所以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你是通过留言板去问论坛去讨论，论坛去总部去从那个地方得到支持的嘛。是。那这个日本团队他们就不敢去问也不敢去交流，他们觉得说，我们要问一些问题，是不是让全游戏业就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文化上的差别，因为在欧美的话呢，他们有这种好像是交换学问、交换这些信息，然后互相沟通、分享知识，对，这个文化嘛。是。所以你不论是工程师也好，美术也好，制作人也好，有问题的话可以问，然后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交流，了解到最有效率的这个工作流程。是的。然后我们才引进这些流程的。但是呢，这个基本上都是我跟我下面的两位代表这个 Feel Plus， 代表这个日本的公司呢，去跟总部交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没效率，然后也会影响到，会怎么说呢？压抑着这个整个游戏业界的成长。是的。因为欧美的话真的是不管是什么公司的人，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是个交流学习的机会，好像是美国有个 GDC 嘛，对不对？游戏开发者大会，对不对？大家都会把自己开发的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些行为的话呢，那时候在日本是比较少的。那个时候就我特别好奇，就是微软，因为您还是属于微软的这个人员嘛，是的，加入到这个游戏开发当中。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微软第一方独占的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是的，对。所以就是我想知道，微软在这个合作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是由两家公司共同开发的吗？还是微软调动了很多这个技术人员去到他们的公司里面去？是调动了很多人员，这是没有错的。这个对，没错，这个开发费用的话是由微软来出的。然后呢，为了要促进这家开发公司呢，跟这个新的引擎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确定就是它开发就会比较顺畅一点吧。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微软这边的领导，他就先分析了一下这个项目呢有哪些需求。嗯，那当然这个在整个游戏的定位、美术啊这方面的话，这个是他们最擅长的嘛， 对不对？我们就是要一个日本的有名的制作人做一个日本的游戏，对不对？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是没有给很多的这个反馈吧，啊。但是呢，主要是在游戏的引擎上面，还有这个游戏的制作上面。哦，因为毕竟是用一个新的引擎，这可能是这个整个制作的流程，它需要的这个预算、规模等等。嗯，这个也是跟我们微软的制作人有在合作的。哦啊，哦。但是制作人的话嘛，他们大概就是一个月，会去拜访一次，啊，然后开会了解进度。但是我跟我下面那几位的话 ，TA 的话呢，我们是常驻在这个坂口博信下面的这个公司，所以我的话，像是现在的话呢，你问一下这个日本这个微软日本团队工作很久的人，他们说，哎，有 Rod 这个人吗？他们因为我2年基本上都不需要去微软公司上班了，我是一直去这个 Feel Plus， 就是这个坂口博信公司下面去。哦，对，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真的是根据这个项目的需求，然后我们会派人或者找人，来帮忙我们这个这个开发团队呢，把一个好的游戏做完，一直伴随着整个开发流程这样。是的，这所有的这个，它算是第一方的游戏吗？它算是第一方的游戏，没错，是的。但是不是微软这样的这个合作流程，包括方式方法，后面的这些所有第一方游戏也都是这么来？哎呀，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需求，是的，是的。有些第一方游戏的话，它可能需要的人数就少一点，但是有一些的话，可能是1/3甚至是一半的这个开发是由微软的人。所以有些像是总部的这些，比如说工程师啊，他为了做好一个游戏，要派他去日本，派他去欧洲开发团队，然后一次就是去1-2个月，然后加起来的话就是6-7、8个月的人也有。不同的项目真的是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这个对策。您在这个坂口博信身边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就您自己看坂口博信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他是工作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态？我看我能说到多少。我看到他对于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觉得这个以前在做这个二维的游戏的时候呢，你游戏的开发到一半，觉得说，这个方向不太对，要加一个新的人物，这个地方要改，那个地方要改的，还比较容易。是啊，但是三维的游戏的话呢，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呢是不能改，对，很难改的。你加一个新的人物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一个游戏人物，他拿着一把剑。他突然间说：“哎，我要改成3节棍。”但是3节棍的话，它就变成是这个武器就比较复杂了嘛。整个人物的这个刚开始，对这个的话是没有办法一个星期改的。但是呢，他那时候是习惯了吧？好像是我要改什么的话，是为了游戏的质量提高。是的，啊，所以他也是对的。对，但他就是没有了解到说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游戏开发多么复杂，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度。所以我们为了他的这个要求啊，真的是有几个这个团队的人啊，这些人啊还住院，压力非常大，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在日本制作人下面工作了啊，就是非常严厉是吧？非常非常的严厉，但我觉得呢，也是大家都接受了，已经有这个文化这个奠定基础下来了，对，所以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想要保护我自己团队，不要让他们工作压力太大，但是他们也不让我去做这个要求啊，所以呢。我那时候的话，就是有一点觉得说，哎呀，这个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哎，这个我可能跟日本的这个制作人合作，可能数量要减少一点，但是也好一段时间没跟他们合作了，现在也挺怀念的，也想回去这个跟他们合作。他就是坂口博信，甚至本人会亲自参与到，比如说您这边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也会很多的参与吗？嗯，因为我们的话是整个游戏开发美术的这个流程嘛，所以他那些会议的话是没有参加但是呢，大的会议的话他会参加嘛，这个一个月一次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也会参加，就他要了解这些，对，那像是我们常常那坂口博信他真的很厉害的地方呢。他真的玩游戏，他玩他的游戏玩的好多好多，就是做的时候他就反复的玩。对，你说大家熬夜，他也熬夜，他就是呢，他说我要玩游戏了，然后他就有一个小的办公室，他就最新的版本他拿来玩，他一玩的话真的是玩20几个小时。然后他一出来一个笔记本厚厚的写了一大堆要改的东西，我们就很担心是不是又是三节棍了但是呢他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呢，像是对于自己的游戏玩法是玩了这么多、负这么多责任的，我觉得别的国家、别的制作人从来没有看过，对这个整个自己游戏什么样子非常印象非常清晰，非常的清晰，对，而且是完全自己负责任，是不会说分工给别人去看，他自己要知道，自己要玩，哇，好，那刚才这个输入奥德赛其实代表了一个日本的，游戏日本的，对，一个日本大的这个团队，大的规模游戏。对。那后来对，您这边就是在后来是多久之后加入了这个腐烂国度的这开发？腐烂国度的话，应该是4年之后吧。对。然后那时候是在又回到美国嘛，在美国开发。那这个团队的话是一个小的团队。对。刚开始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呢，大概就只有14、15位吧。那么少人。对，然后。那时候后来等到这个开始怎么说呢？开始制作游戏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加到30几位吧。那我看那时候的话，就是他们的野心非常的大，说是要做这个僵尸版的这个 GTA， 人家团队的这个人家 Rockstar 对不对？他们规模非常大，对不对？500、600多位吧，我看对不对？那但是呢，他们就是有这个理念要做好这个僵尸的游戏。他们是说呢，当时的这个僵尸游戏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你拿着枪射僵尸就没了action shooting 这样。对，但是他们说呢，僵尸的游戏其实不是杀僵尸，僵尸的游戏是你重新恢复建立一个新的人类文明，这个才是僵尸游戏的这个核心。所以呢。你说这个连 GTA 也没有做到这个地步啊，对不对？我就说你们这么小的团队，然后我也知道你们这个游戏项目的这个预算多少，是慢慢来吧，是，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那个游戏也是我们官方的游戏嘛，也是微软是这个出钱的游戏，然后我们支持他们的话呢，也是支持美术，这次的话，这个游戏的话呢，企划、游戏设计、美术都有人来管管的这个。后来这家公司也很烦几乎是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看，你们这个地方做的怎么样，那个地方做的怎么样。那我个人的感觉上呢，是我们这方面呢，就是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这个自由空间，所以这方面的话，造成是感情呢，两家的有些争论关系呢。对，就是有一点，最后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危险但是游戏出来了之后呢，非常的受欢迎。是的，我觉得呢，玩家呢最后还是看得出来，是的，这个游戏不一样。对，当年非常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是吗？对，他是死忠，就是玩了好长时间。这个而且我在这点上还真的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我就特别好奇，因为。当时腐烂国度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这种经营要素，它把重心放在人的生存，而不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把僵尸都杀死。就是当时这个方向在当时看挺独特的，所以就很想好奇当时在设计，就在玩法设计之初的那些争论，还放弃过什么玩法或者打算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其实啊，我是一直想要做一个僵尸游戏的啊，然后我发现这家公司呢的领导哦，他们都是很喜欢僵尸的这个电影，僵尸的漫画，这个僵尸的文化吧，啊，所以呢。我们为了做开发这个游戏，我们是每一个星期会一起去他们的办公室看电影。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看电影之后呢，啊，看电影2个钟头，看完之后呢就聊4个钟头。哦，我们聊说，哎，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会怎么去做？怎么去生存？然后怎么去怎么说呢？种田啊？怎么去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说，我们其实感到最兴奋的地方就是呢，重建文明，然后就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好，但是呢，对这个核心，我们这方面是绝对不妥协的，但是呢，微软总部，有些高官他们就说你要这个要做那个，上层的人，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啊。他们说：“哎，你看这个 Valve 他们做的这个 Left 4 Dead， 你说那个游戏很赚钱啊，你们为什么就做的像那样就好了？也不用怎么说生存啊，也不用这个建房子啊，也不用太缓慢了那些玩法要素没必要。对，他们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个方向是错的所以我当时的任务呢，就是要保护这个开发团队，因为呢，我跟他们的时间花的最多，然后我觉得呢。”我自己也是深深的这个信任他们的这个理念，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老实说啊，我为了保护我的这个团队，微软他就说啊，说你到底是这家公司的人还是我们微软的人啊？但是我觉得最后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内部也做了一些调查，一些市场调查。市场的调查结果呢，非常的好。那这个大家都说呢，这个就是做调查的人，他们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调查了上百、上千的游戏了，你们是排名第2，反馈最好的僵尸类的题材的游戏不是啊，他们全部的游戏里面都要看啊。那这个调查的结果是排名第2最好的，那我就说第一最好的是哪一个游戏呢？他说是 Halo 2，那说玩家都已经说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哎呀，没办法，这个可能是总部，就是有一些人相信自己的意见啊，但是呢，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大公司嘛，里面就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 drama 吧。那当时微软想去这个出钱来支持一家公司做这款游戏的时候，是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想做一款 Left 4 Dead 那样的地方微软的游戏？没有，那时候没有。对，我们决定出钱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看说这个团队，我们自己在微软里面那时候是叫 Xbox Live Arcade XBLA 那个团队嘛，对。那个是我们 XBLA 团队的领导做的决定，对，但是呢，开发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就发现到说有很多这个上层的人啊，对这个游戏很感兴趣很关心，是的，好像是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一些市场调查，好像是反馈不错，哎，大家都想要掺一脚了，大家都想要说意见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后来。上层的人跟我们制作团队的意见，开始不符合，有冲突，方面对发生了一些问题吧。因为我讲了这么多，希望没有人把这个内容翻成英文啊，怕得罪我以前上层的人。不过其实也挺正常，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僵尸丧尸题材的游戏非常非常热门的那时候，对，有大量的同类的游戏。是的。不过其实也就是因为您刚才说的，就是。您和那些团队讨论说这个生存，这个在一个末世的社区之中，然后不同的人物互相扶持这样一个系统，是您当时您和团队判定是这个核心要素。所以在当时这个游戏卖的时候，对我们玩家之间口耳相传就是在说这一点，是吗？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玩了很多，比如说很爽快的，或者是那种。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那种 hack and slash 类的那种游戏，但是唯独这个游戏可能我不能很痛快的去杀僵尸，但是我可以慢慢的玩，对那种慢慢成长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是。哎，那我问你啊，那玩这个游戏的话，它有一个这个 achievement。对，成就，对，就是看你杀了多少僵尸。玩这个游戏，你杀了多少？哎，但是我当时好像很少就是关注这个，很少关注那个是吧？当时我们想的都是怎么，我马上这个我的社区里人就要人满为患了，然后要搬家了，然后要去这个正确，你关系的这个地方是正确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我玩那个游戏成就是杀了大概10个僵尸而已，几乎不会这个。因为啊，我被这个游戏折磨的。等到游戏出来之后就不我就真的是玩不了了，因为就是太多这些怎么说呢一些回忆啊是就是啊都想要忘掉它啊，所以呢自己的话就变成是玩不下去了但是呢这个《腐烂国度2》的话我有玩所以真的是但这个项目您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参与的，就这个就没有参与了，对，中间隔了也很长时间了，是的，对这个《腐烂国度2》的时候呢，我已经到另外一个项目去了没有负责这个项目，没有负责，但是对负责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就是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令我很怀念的一个地方，就是 XBLA 这个很怀念，是的，非常棒，是啊，是啊，时代就那个时代里，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系统里面玩到了很多充满激情和很新鲜的，就是好像是有点像独立游戏的启蒙似的，对我们主机玩家来说有点这种感觉。对，您可不可以介绍这个项目？它是当时在 Xbox 360上，它是怎么来支持这些小团队和开发者的？哎呀，这个 Xbox Live Arcade 的 XBLA 啊，它其实是带来了这个主机业界、游戏业界的一个革命。对，对不对？因为看就是对不对？因为呢，当时的话，你要玩一个游戏的话呢，你一定要花一大笔钱，对，又$70才可以来买一个游戏。对，但你也知道吧，有很多垃圾游戏也是花了$60-$70，对不对？那个感觉真的是。对，存了多少多久的这个零用钱才可以买一个游戏，然后失望，对不对？对，但是呢，这个 XBLA 的话呢，有$5的游戏，$10、$15的都有。对，然后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腐烂国度开始有了$20的这个这个游戏嘛。他这个就开，就是基本上的话，就给这个独立游戏公司打开了很多机会。是的。对不对？你就算是2-3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开发团队，也有这个可能性，是也可以做到高质量，也可以在我们这个主机上面来卖游戏，是吧？那当然，那之后的话呢，这个索尼也做了类似的，现在任天堂也有嘛，对不对？那的确，这真的是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对对。我自己觉得日本游戏的这个黄金时代就是这个 PS1 跟 PS2 的那时候，对，那时候很多丰富的玩法，对不对？什么赛马的游戏也有啊，电车的游戏也有啊，这个什么音乐类型的游戏也非常的多，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至少是 Xbox 这个黄金时代的话真的就是 XBLA 那时候很丰富的，这个非常非常丰富，非常多，现在还大家口口相传，是的，作品都是从那个时候。您在当时不算是 XBLA 的 XBLA， 不是，对，是我是2011年才加入 XBLA 的。所以在那之前，比如说您作为这个，比如说腐烂国度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您跟这个 XBLA 的项目是怎么沟通的？就是或还会很频繁的沟通吗？当然频繁的沟通，这个XBLA 那时候他的这个总监吧，领导，其实就是我的老板嘛，所以呢，他也是个制作人，所以基本上的话，我必须向他汇报，所以就是每个星期我们这个游戏开发的进度怎么样啊，有哪些问题啊，然后就是在预算上面有没有需要什么调整啊？这个是常常会跟他们来谈的。包括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面对一个团队，像腐烂国度这样的团队，微软派出哪些领域的人，派出什么程度的支持，都是 XBLA 要做这个决策上。没错，没错。像刚才讲的，像是这个做企划、美术啊，这个技术上面的支持，都是我们 XBLA 团队下面的人。哦，对，但是呢。别的人有别的意见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总部的人、啊，那他们就是站的职位就比较高一点嘛，啊，那他们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间也比较少，嗯，所以觉得他们有时候做的判断呢是跟我们，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啊，会跟我们滞后或者是有这样的问题。对，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游戏的开发工作，其实都是在 Xbox 360的这个时代当中的，是的，对吧？那到了这个 Xbox One。这个时代其实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您都做了哪些事情？嗯，有哪些工作经历？嗯，是 Xbox One 的话，我开发了几个游戏啊，我看一下啊、有一个叫做 Killer Instinct， 哦有啊、也是首发的，也是首发的，是。然后那个之后呢，我就跑到那个我的世界 Minecraft 团队去了。嗯，那我看一下啊。Xbox One 的开发的话，我看，嗯，差别在哪里啊？哎呀，这个非常抱歉啊！等到 Xbox One 的时候呢，我已经是做这个怎么说呢？我就是对管理阶层的，所以离这个开发的话距离越来越远了。对，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我觉得 Xbox 360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真的根据这个玩家的需求，然后尤其是开发者的需求，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的开发工具流程，都是比较简单吧，简单直接，对，真的是为了这个游戏开发公司呢，我们考虑到很多东西，但 Xbox One 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有点走失方向了，就是变成是开发的这个环境，就是又换新了，然后开发流程就是比较复杂，所以就是变复杂了，而且是要求也挺多的嘛，说什么一定要有 connect 啊或什么的，所以这些的话呢，就是给开发团队带来了很多就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知道这方面的话，这个 Xbox 这方面的话。Xbox 现在的话是往好的方向有在改，我觉得这个最后的话我们还是要为玩家嘛，还是要为开发者来工作让他们能够更有效率的做出来好的游戏，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Xbox One 现在在改良，然后下一代的话会改良更多的地方。现在的重点会放在这个方面，会放在当时的那个迭代的几年里面，就刚刚升级到 Xbox One 的时候，就是 Xbox 本身的一些对开发者支持的理念或者对游戏的理念有没有做过一些升级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就在理念上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吧，这个我们组织好像是，有些变动了，对，好像是，因为我们是游戏业界嘛，对不对？我们应该以玩家应该以游戏为最中心，是对不对？但是我们 Xbox One 的这个就是发布会，我们好像是讲说，我们是一个娱乐平台对，然后不只是讲游戏，我们也讲电视啊，也讲什么 DVD 啊，也讲什么这个 Connect 啊，音乐什么的啊，家庭娱乐，对，对，讲了很多技术上的事情，是那包括对开发者的很多，对啊，那其实玩家想要问的是，哎。为什么没有谈更多的游戏啊？开发者就说：“哎，为什么没有谈更多的工具啊？”对，那我觉得就是代表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是娱乐为优先，游戏为次啊。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4年前 PS3 出来，就索尼那个 PlayStation 3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那时候也是说我们 PS3 是个娱乐平台，不是个游戏平台。所以我觉得怎么，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巧啊！为什么我们这些游戏公司都会犯这样的错啊？但我觉得这一代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还是游戏最重要游戏的玩家的需求最重要。就是还是有这个一样一个认识吧，算是是啊，整个一个时代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啊，是啊，我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在 Xbox 的话，我可以以我在 Xbox 为荣哦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方向真的是正确了哦。但有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重点没有放在游戏上，有一点迷失。那这个后面您觉得现在很骄傲的这个方向调整，是因为经历过哪些事情，或者就是重要的一些里程碑事件，让大家觉得可能我们还要继续回归更加服务于玩家？我觉得有的，因为我们的 Phil Spencer 大老板，他现在升职了嘛，是，然后直接汇报给我们的 CEO Satya 嘛，那就代表着他这个地位上去了，也代表就是他能够奠定自己这个组织的方向哦。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必须汇报给这个 Windows 的这个大老板下面哦，然后就变成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照顾好玩家，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怎么照顾好我们的那个 Windows 大老板，对不对？那但是 Phil 在这几年是非常的努力了，一直跟这个我们 Satya 跟我们微软组织讲说，为什么游戏重要？是，所以我觉得 Phil 是一个真的玩家，真的是很懂游戏，而且常玩游戏，每天晚上都玩啊。然后这个对，所以他的领导的话，他当领导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未来方向的话是，就他可以把控这个整个的。现在是可以把控的，对，哦，明白。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期待这种次时代的时候微软的一个方向，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哦，对，因为马上又要到 E3 了嘛，是的，所以其实也挺想知道在下一个时代，当然我知道现在能透露的东西肯定不多，但我想知道在理念上，我们可以不说具体的，是的，在这理念上，就是微软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哎呀，进一步的当然我也不好分享，但是理念的话就是把玩家放在核心的总结，就是把玩家至上，是吧？我们的客户至上，这个的话是说来简单，做起来难啊。但是呢，慢慢的话我看得到了啊，从上层这个 Phil，然后各个领导、各个团队，现在真的是把客户放在最前面，最重要。就回归到这个游戏和玩家作为重心，终于回去了，对。是因为您这么说，我们也能感觉到您是一个这个很热诚的玩家，是吧？就是所以说特别想问一问，您是怎么就是入行做这个事情？怎么入行的？对，就是我是你们说是宅是不是？宅男是吧？是。我是一直很喜欢玩游戏，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看电视啊、看电影啊、看书、看漫画，没有游戏来的有意思啊！怎么那么投入、有交互的？对对，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好像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所以我从小很喜欢玩游戏，然后一开始玩游戏呢，比如说被爸爸妈妈骂，你不能玩了，好不玩，我就会在笔记本啊开始画，开始设计，说设计人物啊，设计这个。游戏的这个太空船要怎么样啊？我很早就开始在自己想要创造游戏，所以游戏给自己玩，这种是的。然后玩游戏嘛，就玩了很多这个像是什么任天堂的红白机啊，然后那时候都没有本地化嘛，是。然后为了要玩游戏，为了要输入密码啊，拼命的这个背这个拼假名、片假名，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学会了日文啊。那这个，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其实我也刚开始也没有想象到我竟然会加入游戏业界，因为那时候呢，好像是没有这种想法，说这个做游戏是一个职业，对。但后来的话，就是真的是，当个我原来是念建筑的嘛，当个建筑师也觉得太无聊了啊，结果每天玩游戏，真的还是想要创造，想要做游戏，那后来就是这个把建筑师的工作辞掉，然后就反正就是搬到日本去了，就是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加入这个游戏业界。哇，但是后来的话是搬回到美国去，然后反正我人生是到处搬来搬去的了啊。那后来的话是回到上海，对，我后来的话也是到上海，对，在上海也在开发 MMO 的嘛。对，您当时那次为了加入游戏行业搬去日本，实际上没有成功是吧？没有进入到游戏行业。对，我当初是怎么样呢？我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毕业之后加入建筑师事务所，然后大概做了每一个月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发现说，哎，我这个人生这样过得太没意思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单程票到日本去，哇塞！然后就有什么能找到什么工作，反正我想我先在日本安顿下来，迟早都可以进入这个游戏公司的嘛。但后来的话，就是在一家叫日立的一家公司，在帮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啦，Hitachi，对 Hitachi，对。然后呢，周末的时间呢，就是去找游戏业界的人，想认识他们，然后发现想方设法要去游戏行业，是。但后来的话，就是后来一段时间就做一个这个日本漫画的助手嘛，那反正就想尽办法要进入这个这个公司，但后来的话发现说，这个日本公司挺累的，然后也是一些当地的这些朋友吧，他说，身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公司的话，升职挺难的。那如果说你是从一家美国公司的话呢，一个外企的话呢，那发展空间比较多。那我就搬回美国，然后呢，在1年之内就加入微软，然后就想说，哎，有没有办法从微软过去那儿，结果没想到还真的就有这个机会了，现在想起来的话真的是像奇迹一样，运气不错。您刚加入微软的时候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刚加入进去的时候呢，是做这个美术的，那时候我们用一个工具叫做 Soft Image，那是1996年1997年吧，那么早，对，那时候的话我们做一个游戏人物，他的面数呢是250个面，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要改成 HD 啦，HD 是500个面，就觉得哇，好多，现在一个宝箱都没有500个面了，对，但刚开始是做美术的啊，因为也是建筑背景嘛，对，所以刚开始是做美术的这个建筑场景，然后从场景就开始做人物，然后开始做动画，然后就成为美术总监，然后成为技术美术总监，然后 TA 这样，是，然后就重新回到日本去，这次是以这个游戏制作的身份去，是。其实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想要加入这个行业，是吗？国内其实很多独立游戏开发者，我觉得有这个梦想，可能是就真的是很多都有这个梦想，是想去做游戏啊，然后没有加入大公司，可能他不想做那些游戏，他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做，就包括我们其实核聚变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独立游戏，是吗？对，所以就是您现在就负责这个部分的，跟发行商或者开发商去接触嘛，包括亚太地区的这些，是的，对，就是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计划来帮助这些开发者？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独立就是这个 ID at Xbox 这个团队的话，我们在日本有一个，我们在中国也有一个嘛。那我觉得现在呢，我是必须要给这些团队提供更好的支持，更多的资源，然后呢，把我们总部有的这些信息，这些工具啊，这些能够从我们总部能够提供的支持给我们当地的这些开发者，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希望能够做到的，有个畅通的渠道来。是啊，对。那我觉得呢，这个我也很受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游戏开发者的这么热情，也很感动，对。那我觉得呢，大家都是想要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一些游戏玩法或者一些故事想要跟全世界的玩家分享嘛。那我觉得我就是希望呢，能够来怎么说呢，把它连起来吧，对不对？支持他们，也给他们有机会，让他们有能够在日本、在欧美曝光，然后同时也让国内的开发者能够了解一下，哎，这个海外的这些玩家，他们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你的游戏的什么地方，然后他对于下一个游戏有什么样的期待啊？我觉得也是希望促进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我们的怎么说呢？啊，眼光也会放得更远一点。是的啊，然后呢，怎么说呢？就希望能够游戏，我们国内的游戏能够在国外发扬光大嘛，对不对？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特别想聊的，就是因为您之前玩游戏是啊，然后后来从事这个游戏制作，尤其是后来会从事到一些管理或者宏观的管理的这些一些工作。您会觉得比如说从事游戏之后，您的有些思路是和玩家不一样的吗？就是您会觉得玩家看到的可能重点和您观察的重点是不同的？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热爱游戏的话，你当你决定要成为一个游戏制作人之前，你要先要做个决定啊。因为我现在的话呢，变成是职业病了。我看一个游戏的话，玩一个游戏的话呢，常常就是会开始分析啊，必须要分析。对，然后呢，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呢，我会分析说，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改良，然后这个要怎么做好，然后常常就会想要直接打电话过去，发个邮件过去，说，哎，这个你这个地方要改良一下啊。但是游戏做得非常好的话呢，我也感到很多压力，说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啊？我要怎么样？对，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如说自己也许下面有一些项目是这个游戏的竞争对手，要怎么帮他们做到？就变成是很难去享受，纯粹以一个玩家的角度来享受一个游戏啊。所以你说我的观点跟一般的玩家观点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玩家喜欢玩什么都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确认，就是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游戏让大家来玩，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以一个游戏玩家，我的这个我觉得好像自己已经不是个玩家了。现在我觉得好像我已经是这个游戏制作这边的人了，所以就是很难回去这种以前就纯玩家的这个身份来玩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有时候真的压力很大的话，不能玩游戏，看了别的游戏反而自己感觉到更多的压力。现在我发现现在很多游戏的话，它像是一个社区。像是这个堡垒之夜，像是甚至爬机这个 PUBG 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家一起进去玩，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故事，没有很强的这个人物。当然，这些游戏都是非常好的游戏，是的，对不对？但好像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分歧吧，是不是？有些游戏像是这个。那个叫Biohazard 是生化危机，是不是？对，生化危机啊，这个还有像是只狼啊这一类型的游戏，就比较传统的单机的，或者是这种内容很集中，然后故事啊人物非常的丰富这样子的游戏。另外一种就是这种网络游戏，多人同时在线啊这些游戏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它各有各的好处，我并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但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现在的话呢，有很多公司，尤其是欧美跟日本的公司，他们就没办法做决定。我要做这个还是做那个？我要做这个单线故事丰富、人物丰富的游戏呢，还是要做这个多人、很多人在一起玩、多人在一起玩的这个游戏啊？所以在欧美的话，其实在日本他们也这么说：一个游戏是产品，一个游戏是服务，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多人在线游戏的话是一个比较服务类型的嘛。但是呢，很多欧美还有日本的国家，他们日本的这些公司，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决定，甚至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两个都要做，但两个都要做的话呢，很可能做不好了。对对，而且这个预算一定非常的庞大，而且你这个团队呢，其实运营上的话呢。你是产品，你是服务的话，运营起来是要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整个投资的架构啊，你这个预算要怎么去控制，也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呢，这个是现在这个很多国外公司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嗯，是。那这方面的话，我们国内我们比较习惯做服务嘛，嗯，对，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擅长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去完全投入去做。嗯，因为我觉得欧美的玩家呢，他们还没有接触到很多我们国内所有的这些丰富的这些网络游戏的玩法。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个游戏把这个拿到国外去的话呢，还是差异性方面还是有的。嗯啊，所以我觉得这机会还是很多。嗯，那就是关于就是单机游戏这方面，产品游戏这方面，是就我们作为玩家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毕竟也跨过这么多世代了，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观察，就比如说 Xbox 360的时代，我们能观察到有很多新的 IP 出现，有很多新的游戏出现，但是在 Xbox One 的时代呢，因为您刚才说到预算的问题，然后游戏开发成本的问题，就导致很多欧美的公司可能也很难敢于拿出一些新的 title 来做。但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可能如果跟同时代的相比， Xbox 360 可能在2008年的时候，它会推出很多不是任何游戏的续作，它就是一个纯新的一个品牌。嗯，但是在 Xbox One 的这个时代，我们就观察到，就是很多游戏都是在每年大量的续作。嗯，是的，对，这是一个，当然这是很稳妥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也觉得，可能在3A 游戏或者这种产品类游戏当中，随着游戏开发成本的越来越高，玩家选择也会越来越少。嗯，是啊，对，是啊，这个我觉得，就不知道业内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或者以后有没有一些办法能让玩家还能体验到更多更新鲜的游戏。因为我总觉得现在独立游戏的这个火爆跟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们能选择的东西对大作很少了，那我们玩家都是需要新鲜感和刺激的。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我们在日本，然后在欧美也是在谈同样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游戏，连这个电影业界也是同样的问题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呢，好像是做一个你要做营销啊，做推广啊，如果是大家都耳熟的游戏的话，好像做起来比较简单一点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是产业发展成熟之后的可能必然要经历了，是吧？对，可能是吧。对，但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独立游戏能够开发、能够发挥的一个空间。嗯啊，因为也许是预算少一点，然后这个风险少一点，然后让你能够空间大一点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弗兰国度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嘛，它最终的目标是能够做得像 GTA 一样这么大的一个游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至少还有这个一个空间，嗯，对不对？像是我不知道电影业界的话呢，你想要做一个像是这个复仇者这样子的一个 IP， 你从哪里开始做，对不对？是。但是游戏的话呢，我想，是有办法从这个，可以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先从小的地方做出来，先从这个游戏性质，然后把这个世界观奠定下来，然后慢慢扩张。我觉得这个在这方面需要有创新的话呢，是必须要在这个商业模式上，还有这个投资的这个方面也有创新。哦，所以就是呢，商业模式上的话，可能像是这个原来 XBLA 出来了之后，对不对？开始有这个$5、$10的游戏。哦，是的。同时呢，现在 Game Pass 出来了嘛，是一个月费制的一个新的系统嘛。对。我觉得呢，透过这样子一个新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话呢，也会影响到这些投资者开始怎么投资游戏。哦，他们可能就会开发一种像这种怎么说呢，像连续剧型的这种游戏内容等等，以纯粹是以故事订阅的这个，会造成一些新的这些一些游戏业界里面一些效果吧。是，就是要从这个可能从更根本上的商业模式上反过来去推动这个游戏设计有一些变化。是，我觉得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是好的事情。嗯。所以这个我们公司在这个商业模式上的创新的话，我觉得，对，我其实是挺看好的。我觉得会有新的游戏出来，新的观念，有可能新的观念、新的玩法。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以一个玩家如何去消化游戏的一些新的这种怎么说呢？一个新的这个系统出来也有。好，对。那我们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了，感谢肉的来做客，对，然后那里谢谢，因为马上 E3 也要到了，是的，对，我们也特别期待微软是有特别好、特别劲爆的消息能够提供给玩家，是因为很感谢肉的能来，感觉聊了很多就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感觉还有很多可以说意犹未尽的话题可以聊、因为我们其实作为玩家也很喜欢听比如说游戏开发背后，然后甚至是产业或者决策相关的这些事情，对于可能可以说是享受游戏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也很好奇这些我们喜欢的游戏背后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是，所以就很感谢肉的来，也这个很感谢肉的在比如说亚太整个区这个微软游戏各方各面的这个付出吧，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邀请，然后也希望下次能够多聊。好嘞，好，那期待这个 E3 之后看我们有机会再做客，因为可能这次 E3 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啊，之类的。好的，对，好，那感谢肉，谢谢谢谢，这期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好，拜拜，好，拜拜。Encontrados pensamientos tan diversos, historias que relatan y notas que detallan la música, la musa que a todos acompaña. Un encuentro entre versos con palabras al cuaderno, sentimientos encontrados, pensamientos tan diversos, historias que relatan y notas que detallan la música, la musa que a todos acompaña. Un encuentro entre versos con palabras al cuaderno, sentimientos encontrados, pensamientos tan diversos, historias que relatan y notas que detallan la música, la musa que a todos acompaña.